亲爱的，你们好，我是亚洲经济新闻的主持人朴昭金。今天有哪些主要娱乐报道呢？大家跟我一起看看吧。25日上午，金童俊为了参加在日本东京举办的制作发表会赶到日本。此前，帝国之子成员金童俊被选为音乐剧《功德主演》。凭借在韩国网络电视剧中的不俗表现，让金童俊成为了影视歌三栖艺人。这次他将在音乐剧《宫》中饰演皇太子一角，气氛相当之中。金童俊表示，能够出演《宫》这部家喻户晓的音乐剧，我感到十分荣幸。现在我正在积极地练习演技和唱功，希望能够通过这部剧让粉丝们看到我不同的一面。我希望李松俊在日本受到极高的人气。好，那今天的亚洲经济娱乐报道到这里，大家明天见。